我居然在韩国吃到了杨国福麻辣烫，还见到了创始人杨国福本人。哇塞，杨国福居然开到韩国了！咱们大中华品牌走出国门，必须得来支持一下呀！哎妈，瞅瞅这人，看看我还遇到了谁，居然是这个品牌的创始人杨国福先生，本人真的超级亲切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国福本福。在店期间还免费请大家吃麻辣烫，杨总敞亮。杨总请客，那我就不客气啦。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就是杨国福的常客。哇，尝尝韩国这边的杨国福，味道正不正宗？先来尝口汤。嗯，是那味儿。他们这边还有自助小料台，可以像火锅那样调蘸料，感觉味道跟国内的基本没什么差别。可以这样子厚。有点木有橘子了。再来尝一下他们家的香锅。香锅的味儿也是很足，真是在这儿不但吃到了好吃的，我还遇到了在韩国的美食网红博主，看看这是谁，有机会一起去那个探店好不好？ OK OK。 哎呦，我今天怎么都是大网红啊，找了好几十万好几百万呢，真是各路大神都纷纷来支持咱们的大中华品牌。咱那个杨国福要开遍世界呗。啊，现在20多国家都有。哦，太厉害了，祝您那个什么生意兴隆，走遍世界啊。愿你每天多吃两碗麻辣烫。期待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走向世界。